天你想要闪电结婚，请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，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。那天你不小心就变成女强人，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，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。我永远记得统统队，有我们的爱神，漂亮的九姐，还有我们可爱的统统。紧接着介绍我们今天的圆套队，有我们漂亮的周婷姐，以及我们爱的林道远，还有帅哥杨元浩。哦耶！哇，你刚刚那个动作，感觉镜头都被爆炸。弱鸡，不是要这样子，就是要顾虑观众的心情啊。这种压迫感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一开始话都这么多，好不好？你今天穿这个打扮是很容易引起大家的攻击。我今天的穿着是很亮眼哦，你们其他的光芒要自己好好。今天完全就是应景而已。中秋节过完没多久，就把自己打扮得跟文旦一样。我觉得他今天穿这样子很像水煮蛋，半生不熟。我上次来跟他唱歌是一样的，半生不熟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 KTV 会有什么样好听的歌曲呢？请观众朋友拭目以待。是你，紧接着第一组请就位。文旦，你加油了，文旦，你不要完蛋了。加油啊！不要开玩笑，我在这个单元是很强的。完蛋哥。第一题。曾经一切不在的阳光和小雨，会是什么样的歌吗？秀琴姐，走在阳光里。哎呦，哎呦，民歌时期的，我们唱过，对呀，果然唱过，果然，果然怎么样？是他年代的歌。请问怎么我帮你合音啊？同门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道远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道远，你好。所以你知道我们长久以来，我们常常聊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常聊我，你算我师兄啊。我们常讲做节目就没有伦理了。没有，开玩笑，伦理很重要，我也不用分重，不能失去他。好来，加油了，加油！道远拼了，道远。哎，我怎么支持他？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？为什么支持他？神经啊！你有没有在演艺圈的伦理啊？你是师姐，刚不能啊！景文姐，请站过来这里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他不一定对啦，他不一定对，真的。林道远，你确定你知道这首歌怎么唱，是什么歌吗？非常确定。好，请问
他的歌名是《让每个人都心碎》。哎呦，请问怎么唱？我说过，我绝对。答对 ，yes， 也不错。目前好像都是元浩队得分嘞，是。目前我们，可是我觉得换到我跟彤彤，应该又是我们要得分。浪分的这题，你不要小看我，今天。对，彤彤最近听说都有去唱什么工地秀，歌曲准备蛮多，是有这种事情，有。现在还有工地秀，他明天要去嘉义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你要去唱工地秀。新竹投快答，杭究竟是说了什么真心话，让王红一整个很尴尬嘞。现在还有工地秀，他明天要去嘉义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你要去唱工地秀，你怎么敢赚这个钱？加油啦，好不好？彤彤最近有在练歌，应该还不错，蛮厉害的。哇，上去快点！的啦，我愿意为你放弃什么？我愿意接。你不是工地秀都在练歌吗？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，不要看啊！那不是我愿意吧？哎呦，元浩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。哎呦，哎呦，答对。是啊。请问怎么唱？我后相信过。无悔无求，我愿为你放弃所有。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至少我尽力而为。我相信我，别再闪躲，我愿为你直到最后。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至少我尽力而为。相信我。得分！真的，不会再让你了哦，加油！我刚刚因为他是前辈，我现在目前常常遇到前辈，我都想说先让一题。但是你长得比较像，不然很多观众会说好没。真的，你真的长得比较像前辈。对啊，不是，开始你就侧面，不要动，侧面，然后头像像刘德华，对不对？我们发现你像一个人，低脸低一下，侧面低一下，没有没有，再低，然后脸低一下，这样像谁你知道吗？像谁？小亮哥。你连身上都像了，不要这样子，加油了，亮哥加油了。今天的这一题是什么样好听的歌曲呢？ Go Go Go， 我做你的学友。哎哎，张学友吗？是你好毒吗？张学友吗？我刚也是猜。好，没关系，反正你看你不太。哦哦哦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。你再不讲我。请问秀琴姐，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星星堆满天。答对，经典怎么唱？星星堆满天。是最爱恋人，我
你们那边四分嘛，是你们这边零分嘛，那你知道怎么做？剃光头，对啊，太棒了，就是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秀琴姐加油。谢谢，因为其实到现在我们走在路上，包括今天来录影，还是有人叫我秀琴，叫秀琴，叫晴雯，其实天天在发生。来，紧接着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快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到远先的吧？我吧。好，晴雯姐，请问一下。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什么歌？城里的月光。开心。答对。耶！请问怎么唱？这样的夜，热闹的街，问你想到了谁，轻轻锁眉，我的心扉随你而飞，擦了又湿的泪，与谁相对？这样的夜。答对 ，yes！ 元浩加油了，我会让你的，姚元浩。我们现在是红配绿，快点，哎呦，哎呦，歌啊，什么歌啊？这什么歌啊？哎，彤彤，请问一下，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梁咏琪的《中意他》。答对了，哦，请问怎么唱？懂不懂我中意他？没有害怕，每次约会。心中总会有过花，梦见一幅画，有我和他，微笑的我，穿着长长的白纱，哒哒滴答，中意他，中意他，他的步伐，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，哒哒滴答，中意他，中意他，他的梦想，幻想一个家，为他生一个胖娃娃。哦，太棒了，彤彤厉害，这是我，很好听，彤彤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让我唱一首的啦，前面都还没唱到，他还没唱到哦。不是啊，你跟我讲没有用哎，而且如果你真的问我的话，我一首都不会让你唱。加油啦，加油啦，艾辰。哦，对啦，这种歌就是我们这种这很男生的歌，我型男在唱的。你怎么没有跑？青花，艾辰，松鼠。请问一下，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树枝孤鸟。答对。你是讲树枝姑娘吗？不然你讲一次啊，是叫做请一个假，希望你能够好了唱就对了啦。好，艾辰，请问怎么唱？爱你你那家公主不在我的中心心动未清那后面如果我们没有帮你唱，你要怎么唱啊？没有。如果后面那一段上一趴，上一趴那个这首歌，上一趴这首歌五百，我们试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都不要理你，这样吧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为何痛痛难离不落有习惯，家是胸骨表皮。整首唱完可能要送医院，那个情绪有点怪怪的，而且你那换
换季怪怪，你换的好急哦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比较累啊，辛苦辛苦。好，下一组请就位。好，来，快！啊！你懂不懂的那个？这首很准，太简单了，对不起。这个圈子伦理道德，无法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办法。来，太简单了。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那英的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，恭喜你答错。请下来，下去了，怎么可能？自信满满的道元竟猜错歌名，惨遭滑铁卢。师姐，请问能够扳回？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那英的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，恭喜你答错。请下来，下去了，怎么可能？知道，我知道。很像，很像。我跟你讲，有两首歌，它是很像的。我刚看你吓一跳，我刚看你吓一跳。什么歌啊？景文姐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？黑白翠。那你说配？一起歌唱节目呢？那不是游戏节目呀？男生女生配黑白什么？黑白配，黑白配。答对。哎呦，对啦。景文姐，请问怎么唱？谁说不能黑白配？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。曾经有人这样唱过：白天他不懂夜的黑，你却懂。题目会是什么呢？来吧！哎呦哎呦哎呦！从来没有说，快点果断，再我知道，不要理他。哥，什么歌啊？对啊，这什么歌啊？彤彤，请问一下，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的心从来没有休止点。我的心，这应该不是我年代的歌，所以我不会。不会。彤彤，请下来。元浩，请上台。结果元浩也不会这首歌，你不会，我就要上去唱喽。你也会？你有答，你有答案哪位？是我年代的歌，很老那首歌吗？这首姚元浩，红红青春跳啊跳。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， yeah， 好来，接下来人老了就不能这样乱。你的题目是什么？哦，这首歌太简单了啦，怎么这么轻松？哎呦，来，艾辰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孤独万岁，失恋无罪，谁保证一觉醒来？是一醒来有你在身边，在身边哎，别抱着一觉醒来在身边。那个歌，艾辰，恭喜你答错，请下来。艾辰，不是我哥，谢谢柚子哥。小金姐，请上去。怎么可能？请问小金姐，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梁静茹的《我喜欢》。漂亮，答对。哎呀，小金姐，请问怎么唱？我喜欢一醒来。
觉得最近都是他在压走压走压走。我看你是最近吃太多压得走了，压走。好，加油了，最后一题了。赵远，你好，大远。赵远，加油，加油。最后一题，加油，快点！一次不足够，上去了啦。有时候一次不足够，还要几次？有时候一次。哦，景文姐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哎，他就叫我知道他在唱，有时候一次不足够。啊，莫文蔚的。爱我的请举手。答对。哎呀，差一点点哦。请问怎么？左手右手唱啊。爱我的请举手，爱我的请你点点头，爱我的请举起左手。唱一次不足够，真的。景姐，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。今天我们 KTV 所有的歌曲都已经唱完了，全国电视机的观众朋友，统统对今天的成绩是5分。机上的感觉，本来以为分数不高，对不对？有5分，很高了。他了他的功劳。元昊队今天的分数是6分，恭喜元昊队。谢谢。其实我要在这边讲，这个景文姐跟秀琴姐其实算是我的老前辈，以前我也是从他们之前外景节目，我们外景节目，他很照顾我们，真的是非常照顾我们，所以今天可以跟他同台，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。对，下次一定要常来，好不好？拜托拜托拜托，唱歌超好听的，真的真的。结果今天我们达成我们的任务，我们是 K 歌王。最后呢，再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就是飞向你飞。